坦克战友们，午安咯，我是坦克小编可丽露，又到了 live 开炮的时刻啦。上次没有参加到活动的人，今天可丽露希望你们都可以顺利的抢到防蓝虐，哎，不是，是进来挑战可丽露啦。然后今天跟告诉你们，刚才可丽露呢在线上的时候呢打了一场超强，所以呢你们注意啦，我今天没有极限，你们好好来挑战我吧。等一下，没开始就开始打人来招，等一下会喷我的。有没有被我的强所吓到啦？是不是？好，来咯，我刚刚没有拿出我的实力来哦，我现在真的要拿实力哦。不要这样啊，很多人，不要啦，等一下啦。哇，怪老爷，给条路嘛。让小女子来条生路嘛，你们是怎么样？今天都吃饱饭上来，准备要欺负？不要挡我路，导会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挡我路，你要挖鼻孔，你是派来的累贼吧？导会，你为什么要过来？你不要过来啦！哎呦，不要靠近我！你不要以为同队我就不敢射你哦。等一下，这是打你。明明我刚就很强，可是为什么进来我觉得我变很弱？是不是刚才有跟我打到那一场的，我应该把它录下来。我你们都很喜欢在我后面捡我的尾刀没有，又是被青铜王子，我以为是我打死的青铜王子，你不要捡我的尾刀，你是不是跟在我后面一直偷捡我的尾刀？你不要捡我的尾刀，我生气了。终于打到车大炮了，不要逃不要逃。你今天是来报仇的吗？因为上礼拜没玩到嘛。哎呀，我想要换新手机上来，我整个就是因为很强，结果不要导灰，你不要，我现在不想吃导灰，你不要过来。哎呦，剩一分多钟，我们现在不开心啊！我突然有点肚子饿，我觉得今天可能就到这边为止好了。我有点巴豆腰，我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只有打死一个人而已？我要躲起来，我要当胆小鬼，我不理你了。导灰，你不只跟着我，你还跟我抢人打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不开心。不行，我一定，你看那十二分是什么啦？哎呦，好了，这场大家认真喽，不要再欺负我了。才讲完就被打死了，张瑶，你不要以为我忘记你了。上礼拜你的恶行恶状我是还记得的，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镭射光束炮它的攻击比较大，然后要不知道大鱼真惨，我一直死我更惨吧。可丽，我要改名叫做可丽露一直死真惨，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名字？但他打起来的这个爽度爆表，哒哒哒哒哒哒哒的感觉。张瑶，我们两个真的是互打你会恨我。孤星狼，你怎么可以抢人家的东西？是我先看到的。哈气啊，怎么办？哈气啊，哈气啊！我不想看成绩，我不想看啊！最后一名了哟！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下一场我就要认真了。你让我喘口气。这样，我躲躲躲，我躲我躲哎呀，我好想要杀个人了，为什么都杀不到啊？钓不到大鱼。我已经被击杀了，难不成我因为太害羞了，所以只要开了镜头就会很紧张？诸葛孔明被你打死了。诸葛孔明是不是上个礼拜说想进来？我记得诸葛孔明跟酒鬼对不对？上礼拜说要进来。对，你就继续在那里。对，让我打一下。乌达达，乌达达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？剩三秒，我不要挂蛋，我觉得我挂蛋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。结果我跟乌达达是同分的耶。没有，我还以为是我打死的，我叶屁呀。我知道我们大家互抢了，因为就是只要分数比我高的话，就可以拿到奖励嘛。然后如果你跟我同国的话，你一直跟我抢人的话，你分数也会比我高。难怪我的队友都不掩护我，我还想说我好孤独哦，为什么都没有人要掩护我？原来是我自己的规则出了问题啊，我真是个傻呆啊。
哎呦，啊，我会开心什么？我刚才想说，哎呦，应该很厉害哦，结果也不过是倒数第二名。好好好，我至少还没打死人呢，最后一场了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是真的很想变强啊，就每天上去练，可是路上其实打到的都还好啊。可是为什么上来跟你们打，你们该不会都是各军团派出来强者中的强者吧？大家很爱捡我的味道啊！不是把我放在这里烧！我怎么打到墙壁？我在打哪里？怕空气？没有办法敌人，我开光速炮干什么啊？有没有敌人吗？有这里，你偷笑嘞！啊哒哒哒哒哒哒！哎呦，来！哦耶！谢谢你的导火送了我一分了。哎呦，哈哈哈！怎么就这样嘞？有吗？到底有没有瞄到？没有，根本没瞄到。那打半天就没瞄到。等一下啊，剩2秒也要堵我。哦耶！你看吧，我不要看。哎呦！哎呦，我赢2个人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活动就 Live 开炮，看起来目前大家还蛮踊跃的，所以呢，我会再有预告在那个 FB 上面，那就大家麻烦要记得上了 FB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啦，感谢大家上来陪可丽露玩玩 Live 开炮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样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